大家好，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八字案例。那这个八字呢，是我前段时间看的一个命主的八字。那有说的不准确的地方的话，请各位批评指正。那姓名呢，在这里隐藏了啊，性别是男，年龄35岁啊，属相是虎。那阳历生日呢，是1986年8月24日，8时34分。那阴历生日呢，是1986年啊7月19日辰时。那年命大运呢是卢中佛。那八字排盘呢是丙寅年。丙申月啊，庚子日，庚辰时。那阳明金灯的分析啊，日阳庚金得月令啊，天干得势，但是不得地啊，日元能量偏强。那偏强的话就不喜生卒和帮扶啊，喜克消耗日元的五行。那名字的分析，那名字里边哈有两个土啊，一个金，所以说建议起一名补充这个木和水的能量啊，利于财运和事业运的提升啊，因为木为财星。啊，原命主，原命局的一个财星啊，不算太强。然后再就是这个水是它的这个食伤啊，是这个财的根。那称骨算命，那骨重呢是2.9钱，那称骨评语哈，初年运线未曾详，纵有功名在后底，须过四旬啊，饶可上啊，宜居改姓，始为良。然后呢，就是性格的分析。那性格的话，我们看一下原命局，原命局的这个月柱的月令的本气啊，是个比肩啊，天干上，这个是不入格。然后这个中气是食神，天干上没有突出。那余气呢是偏印啊，天干上也没有突出。那综合原命局来看，它的这个七杀啊，这个能量比较强，所以说以七杀格来论，那七杀格的性格特征呢，就是聪明伶俐啊，执行力强，嫉恶如仇，心狠手辣，胆子大啊，性格火爆，翻脸如翻书。再一个就是一生啊，追求这个尊重，还有这个名声，还有地位。然后再就是原命局这个日柱啊，日支啊是做了一个伤官，所以说日做伤官的话就是急脾气啊，性格外向啊，爱憎分明啊，看不顺眼的哈就会说。然后再就是这个婚姻家庭，那婚姻家庭的话，咱们看一下原命局，原命局的这个年支是在那个落了个偏财，所以说当他上学的时候哈啊都有这个早恋现象。然后同时呢，这个哈还会经历这个多场恋爱以后啊才能结婚，同时这个夫妻宫啊为喜用啊，所以说能够得到老夫家族的帮助。再一个就是夫妻宫啊逢这个申子辰三合啊，婚姻都不幸福。那这里呢哈夫这个师傅也说过哈，这个就是夫妻宫啊这个字啊是喜欢单独啊安安静静在这待着啊，不喜这个形成破坏，还有这个合化。那所以说，逢合化的话，哈，就容易出现这种哈婚姻不太幸福啊，不太顺利的问题。再就是逢忌年为桃花年啊，因为这个命主啊，他的这个日支下边是个子水，那申子辰啊三合，申往后推一位是酉啊，所以说忌年为桃花年。再一个就是逢马年、羊年啊，为这个婚灾年啊。这个逢马年的时候是子午冲啊，逢羊年的时候是子未相害啊，都引动了夫妻宫啊，所以这2个年或者都有感情不和问题发生。再一个就是年柱啊，这个干支啊都为喜用啊，所以说与这个父母关系比较好啊。年支还有月支啊，这个是逢了个寅申冲啊，这个状态哈都有这个少小离家啊，外地谋生之象啊。这个呢，通过命主反馈啊，这个是他是他上初中啊开始啊就离开他的这个乡镇啊，老家乡镇老家。然后去了这个他们市里，然后从上高中，然后再上大学啊，都是在外地，啊，上完大学以后啊，又在这个外地啊这个上班，然后再就是这个财运啊，原命局这个有偏财啊在年支，然后正财呢哈是落在了这个时支，所以说在36岁之前哈，从事的这个工作都不稳定，啊，并且也不愿意老老实实上班啊。啊，关键是还会同时进行多个项目。再一个就是逢这个木和水的年份啊，利于这个财运还有事业运的提升啊，因为木为财星，水为食伤。再就是求财的这个方位啊，为东方和北方啊。然后再就是这个2022年到2025年啊，流年啊，逢了这个木和水啊，利于求财，注意把握机会啊。咱一块看一下，2022年是壬寅年。啊，然后这后边这几个年，一直到2025年都有这个木和水。啊，
所以说这几个年份的话要注意，包括休赛机会。再就是看身体方面，那身体方面的话，它是丙火落了七杀啊，那个是甲胆乙肝病小肠，丙火、啊、是代表小肠，所以说注意小肠的疾病。再有就是元命局这个偏易旺啊，注意经络淤堵和三八中空的问题。那大家看一下哈、啊，它整个这个地支的这个半边身子，全都是都有偏印啊，所以说要注意这个经络淤堵、三八中空的问题。再一个就是看一下子女，那子女的话，它是元命局啊，这个七杀旺啊，没有正官，所以说生儿子的几率啊比较大啊，因为男命主哈、啊、以这个七杀为子，正官为女，然后再就是石柱啊，子女宫啊，不为喜用。啊，所以说与子女关系一般啊，无法享受子女的福气。再看这个从事的行业，行业的话，日元庚金能量偏强、啊，所以说这个木和水为喜用的五行，所以以从事五行为木和水的行业啊，如这个木材加工、园林绿化、服装、水产养殖、财务、金融，还有物流运输啊、医疗啊等行业啊，利于这个财运和事业运。然后再看贵人。那贵人的话是年干是丙火哈、啊，丙丁戊己未，啊，日干是庚金，庚金风马虎啊，所以说天乙贵人为属猪、鸡、马和虎的人，但是因为这个子午冲还有这个子酉破啊，引动夫妻宫啊为忌，所以说除这个马，还有鸡的天乙贵人哈、啊、不建议选择啊，其他两个属相的话可以多结交啊，能够得到财运和事业运上帮助。再看喜忌，喜忌的话是日元庚金啊，能量偏强，适合与官财以及这个食伤合作啊，如与这个当官掌权的人啊，有钱的老板以及自己的徒弟下属等合作。那不适合呢哈、啊，与这个比劫还有印销合作求财啊，也就是自己的同辈的朋友啊、兄弟姐妹啊以及长辈等啊，这个哈、啊、与他们合作的话容易吃亏。再看建议，建议的话哈、啊，家中正北方摆放这个鱼缸啊，养鱼六条啊，家中多种植和这个绿色植物啊，穿黑色、蓝色还有绿色衣服啊，因为命主啊是喜这个木和水的，然后身上佩戴这个黑曜石和木质的这个吊坠、手链等饰品啊，利于提升这个财运还有事业运。然后再看这个2011年哈、啊、流月啊运程的分析。那首先看这个啊一月份流月干是这个一月份是这个庚寅月啊，流月干庚金为比肩，那支寅木啊藏了这个偏财七杀还有消印，那寅申冲啊是这个引动了这个比肩克财，所以说本月呢哈、啊、有这个偏财收入啊，因为它这个偏财啊是它的喜用，但是也需要注意哈、啊，因为这个花销大啊以及这个啊不开心的事导致不开心的这个问题发生。啊，因为他毕竟这个银幕里边藏了个偏印啊，银身冲引动了这个偏印。然后再就是看二月份是辛卯月，那辛卯月的话，这个流月干辛金啊是劫财，那个地支卯木里边啊藏了个正财，然后这个子卯刑啊还有引动了夫妻宫，所以说本月哈、啊、这个收入增加啊，因为这个毕竟是有这个卯木啊是正财是喜用啊，同时也需要注意这个花销大或者是破财啊，以及这个夫妻感情问题啊，这个子有子卯刑啊，引动夫妻宫。然后再看三月份，那三月份的话是壬辰月，那月干壬水哈、啊、为食神，那、啊、这个支尘土里边哈、啊、藏了这个消印、正财、伤官，申子辰三合啊，这个伤官啊能量增强啊，并且这个流月干上这个壬水啊。啊，引化啊，这个合成。那本月呢，哈、啊，吃喝玩乐之事会增多啊，因为这个食神是它的喜用，但是逢了这个消神多食，啊，流月的这个干支啊，消神多食，啊，且这个伤官旺相，啊，所以说注意这个口舌是非，还有这个郁闷不开心，还有这个失眠烦躁之事啊，这里是因为辰丑破，啊，辰丑破的话就容易导致这个失眠烦躁问题。然后再就是这个四月份。那四月份呢是癸巳月，啊，流月干癸水为伤官，那支巳火里边藏了这个七杀、消印还有比肩，那申巳合水，啊，天干上这个癸水引化，啊，增强了这个伤官的能量。那本月呢哈、啊、会这个
多这个操心劳累，啊，同时啊还会有小人作祟，啊，逢这个七煞，啊，并且会导致这个郁闷不开心之事，啊，因为这个巳火里边，啊，有个消印。然后再看五月份，那五月份的话是甲午月，那六月干甲木啊为偏财，啊，地支午火里边藏了个正官正印，那子午冲的话又引动了夫妻宫，那本月的话有也是有这个意外之财收入啊，因为这个。偏财为喜用，同时呢，哈也需要注意这个口舌是非，啊，还有这个夫妻感情问题。然后再看看六月份，那六月份的话是乙未月，那六月干呢，乙木为正财啊，至未土里边藏了个正印、正官、正财，那子未啊相穿也引动了夫妻宫，那本月呢哈也是收入会增加啊，因为这个有这个乙木正财为喜用，啊，但是这个同时呢哈这个丑未冲。啊，印星能量增强，啊，这个需要注意这个压力大，还有这个夫妻拌嘴，啊，吵架拌嘴之事，啊，子未穿，啊，子未这个相害，啊，这个引动了夫妻宫。然后再看七月份，那七月份啊是丙申月，六月干丙火呢为七杀，然后知这个申金里边哈藏了这个比肩、食神还有消印，那申的辰三合水啊，伤官能量增强，那本月呢哈要注意小人之事啊。因为这个毕竟哈，天干上是个七煞啊，同时也需要注意这个公家法找事儿等等哈，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导致这个口舌是非啊，引起不开心之事啊，因为毕竟伤官能量增强了啊，同时这个申金里边哈又有一个这个消印。再看八月份，那八月份的话是六月干丁火为正官，这酉金里边藏了个劫财，那地支呢哈又逢这个酉丑啊半三合金啊，劫财能量增强。那本月的话，工作业务啊会增多啊，因为这个逢正官啊，肯定是喜用啊，也但是也需要注意这个花销大或破财之事啊，因为这个劫财能量增强了，劫财是克财的啊，以及这个官非之事。那为什么官非之事呢？啊，因为它这个是你这个劫财能量增强以后，但是天干上是个正官啊，这个劫财能量增强，因为官是克比劫的啊，官杀克比劫，那个比劫能量增强的话。啊，势必会，啊，反克到这个官，那这也就是官和这个比劫，啊，这个交战，啊，也所以说会，也会引起这个官非之事。然后再去看九月份，那九月份的话是这个戊戌月，啊，六月的话是干支一气的这个偏印，啊，且这个地支啊逢这个辰戌冲，啊，偏印能量增强，所以说本月啊注意这个不开心的事情啊会比较多。啊，同时压力也会比较大，因为人逢这个印消的时候啊，都会导致压力大。然后再看这个十月份，那十月份的话是己亥月，六月干己土哈是正印，啊，地支亥水里边呢哈，这个藏了个这个食神，还有偏财。那本月的话有这个偏财进账啊，因为这个偏财是在喜用啊，并且赚钱轻松啊，因为食神生财嘛。那吃喝玩乐之事也会增多啊，还会呢哈，通知还会有参加这个培训学习之事啊，因为天干上是个正印。然后再看这个11月份，那11月份的话是庚子月，那六月干庚金啊是这个比肩啊，地支子水里边啊藏了个伤官，那本月呢哈很可能会有这个朋友啊之间的这个合作啊投资之事啊，因为比肩啊代表着朋友，然后这个子水呢哈这个伤官啊也代表着投资。那同时呢，哈也需要注意这个口舌是非啊，以及这个夫妻感情问题，因为毕竟，啊这个子水，并入这个日支这个子水哈，这个夫妻宫的这个能量增强，啊，所以说也需要注意这个夫妻感情问题。然后再看12月份，那12月份呢是六月干，啊辛金啊，12月份是这个辛丑月哈，六月干辛金啊为劫财，这丑土里边藏了正印、伤官还有劫财，那地支呢哈逢这个辰丑破。辰丑破啊，这个本月哈，注意花销大啊，因为这个劫财又来了，啊，同时也需要注意这个失眠烦躁，啊，还有这个不开心的事啊，因为毕竟这个辰丑破，啊，助这个失眠烦躁，同时呢哈，辰丑破又引动了这个偏印，啊，所以说容易不开心。那今天的话，这个八大案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谢谢大家。